今天特别来介绍一间是叫做上富小吃店，这是台南真有名一间卖炸肉饭的餐厅。你看这人伊即卖卖咖喱饭、炸肉饭、排骨饭、中食，中食就是全部综合起来叫中食。啊有川穹口水、排骨酥汤、卫生汤。这是剩排骨，你这是炸猪排呀？那排骨看到有做起来呢。那你的炸肉是小？三副酱，炸肉是十几嘛，对啦。对，炸几。这是什么菜？香菜。香菜这个用的啦吼。哦，你现在说的话都会在那边。啊，真的哦。哈哈哈哈哈。你也这上面大概是有。淋上去会饭。啊？会饭。会啊，会饭型的。不过家里饭是算较日本式的吧，较无遐咸吧。较无遐咸，较台式，因为日本式的较咸。哦。味道比较重，日式的味道比较重，阿仁这味道没有那么重。哦。炸肉饭，你不打卡？啊，这我的。啊，这我的排骨饭。来，这是米色汤。啊，这拢算较迄个日本式的做法啦，哈。但是一定变成台菜的风味。另外讲，你不放。好。对。啊，拢个切好啊嘛。对，拢个切好。来，人会当叫隔壁迄个炒鳝鱼的地瓜汤呢，伊个叫一个地瓜汤来配哇。嘿呀。这是大同路一段144号跟146号嘛，这间中食和这间上户小吃店哈，庙子的叉神鱼，啊，这个叉神鱼哦是无名的，就是店嘛是真有名啦。